你俾我娶佢啦，我點命幾年都制。唔好處理嗰個入罪集。男人最難受咧，你覺得曾經負過某人，我等住。10萬、8萬、10萬、8萬，完咗又有零噶嘛，但我唔知佢點擺喺邊度啫嘛。曝光就呢一次咋，唔曝光嗰啲你都唔知道。嗱。阿嬌佢都知啊，佢都佢話係咯，成日請佢食飯咯。我始終係抱咗個心態係對佢唔住。Hello， 呢個係星空下的傾情，咁啊黃子華，今日咧就同埋明姐做嘉賓。係，唔該曬你啊，你做我哋嘉賓主持啊。諗下佢咧就係呢個棟篤笑嘅大哥，咁今日咧就唔使你淨係一個人喺度棟篤笑喎，咁有咧我哋嘅成龍大哥影真大哥出嚟啊，咁啊同埋咧我咧就成日懶作大嘅大姐妹，喂三個大喎，咁樣同大家咧就傾下情啊，係啦，因為有句説話咧叫做無敵歌詞嚟㗎，你知唔知唱啊？無敵是最寂寞，最是痛苦，好唔好聽？你兩位點睇咧？我同我未試過大歌先，冇，我都冇，因為實在以前有，以前啱啱出嚟嗰陣時候，哇！即係李小龍之後自己，哇！乒乒乓啊 ，bling bling， 即係嗰陣時候真係可以講係不可一世嘅。慢慢自己感覺到原來，哦。我哋只不過係咁少嘅啫。我睇翻以前，我好憎我自己嘅。嗰時我由一個可以講係臭武行，攞3000元人工一個月，突然間可以攞幾十萬、幾百萬。即係3000元，突然間可以攞幾多咧？幾十萬？500萬。500萬，哇！好多倍喎，子華。唔係，廿年前啊！你諗下，廿年前係幾多錢？你話我諗下，我攞3000元一個月。你話500萬係咪好多？梗係啦。但係我第一張支票係攞100萬啊嘛。我第一張支票係唔知何生會睇個節目。我何生契老豆。佢話：阿成龍，我哋發覺公司覺得你好有潛質嘅。係嗱，呢張支票乜都篤過嚟，乜篤到我望一望。你有意思，我哋公司真係有意思請你拍戲嘅。我哋可以就捧你做國際明星，就我哋唔係講嘅，我哋會實際嘅。嗰陣時我講。唉，個個都係咁講噶啦。咁有人送咖啡嚟，嗰啲茶袋住先啦。咁我就啊，我係淨係見到好多零，我話袋咗，袋咗之後，個咖啡倒緊，我話啊，我去廁所，我去廁所，我去廁所，一打開啲支票，睇住個一，跟住零，我真係醜啲嚟講，我過18000萬都唔識數，過18000萬，10萬、8萬、10萬、8萬，7個零。嗰陣時最高片酬啊，咩林青霞、秦祥林啊、林鳳嬌啊嗰啲，10萬啫，10萬已經，哇個片酬10萬已經係最高噶啦。幾年啊？就係廿幾年前，起碼23、24年前，即係7幾年啊。嚇，咁我就過18000萬、10萬、1萬冇可能啊，係咪啊？10萬，因為10萬之後後面有好多個零啊嘛，係咁啊，18000萬、10萬、八萬，完咗又有零啊嘛，但我唔知佢點擺喺邊度啫嘛，好笑咩？咁我見到過18000萬，1萬就冇可能，10萬已經不得了啦，10萬，我咪係循循諗咁樣，其實10萬你都好滿足㗎，係啊，我淨係攞10萬，我揸住10萬，我就哇，我有10萬，有10萬啊！我出翻去坐喺度，我話咁啊，我俾我諗考慮一下先啦。我翻去馬上俾張支票啊，陳志強睇。我話阿 Willie 你睇下 ，Willie 話你知唔知幾錢啊？唔知啊，100萬 cash。我自然嚇100萬 cash。我話點啊？你同老豆講啦，羅維啊，契老豆嚟啊嘛。我話嚇咁啊。我話老豆啱啱啊何生叫我拍戲，俾100萬我咁啊。唔知拍唔拍啦，梗係唔拍啦！你俾翻人哋，攞人哋100萬做咩啊？嚇！咁我哦，係啊！冇講咩理由咩？冇啊！咁你拍做咩？你梗係拍我個戲啦！仲要拍做咩？咁我哦，咁就我攞出嚟，啱啱見到咩？陳慧敏，陳大哥，陳慧敏 ，Jackie， 100萬 cash， 使咩俾翻佢咧？又冇簽紙嘅，用咗佢。係啊！嗰陣真係好細個，我譬如我淨。
我淨係咁啊，揸住一百萬。佢有冇話同埋一齊去洗咗佢啊？冇，佢就唔緊要，唔緊要，你冇簽紙嘅，又冇合同，人哋咁俾咗你攞去洗咗佢。我話唔好係咪？咁跟住啊，可能佢都開玩笑。跟住咧，我就攞影印。影印咗四張，送咗俾一張俾 Wendy， 自己 keep 一張。我係朋友都送一張。之後第二日退翻張支票俾嘉禾。哦。退翻張支票俾嘉禾。嗯。即係基於就係因為羅維咁關係。係咯，我覺得唔知咧。我總言之覺得就唔啱嘅。我依家退啱咗啦。一退啱咗，咁啊，嘉禾就喺不斷喺度加錢。嚇！就最終就係加到嗰個數。先至計，咁加到咩數先肯過去啫？冇啦，第一部戲係嘛？啊，廿幾年，我第一部戲啊，《獅仔出馬》470萬，冇理由唔拍啦啩？470萬，470萬係一棟樓啊！嗰陣時你諗下，一棟樓係咪？不得，跟住我淨係揸住出馬，哇！我淨係震啊！嗰陣時就係揸，我記得我第一次個人就已經係。哇！真係好不可一世，真係我哋就要聽呢啦。頭先嚟一提嘅，去一間錶行，去一間錶行買七隻錶，七隻錶全部係最名牌，十大名錶嗰七隻我買曬。係自己戴定送俾人？自己戴啊！同事自己戴，日日咧，日日咧，日日就請曬自己身邊嗰班舞師食飯啊，請佢食飯。一食飯嘅手又著個背心嚟啊！咁啊，你知啊，你就咁樣。我嗰陣21、22啫嘛，真係21、22啊。咁啊，佢哋嗰陣時，哇大哥今日戴錶係咩？哦，咁啊，俾佢睇完咯，即係逐個睇。嗰陣時65蚊一日咋，我哋拍戲嗰陣時啊，做個替身105蚊啊。咁啊，睇完啦，睇完之後，啊食飯，大概兩三圍嘅。但係你好有滿足感。你聽，好有滿足感嘅。食完之後。喂，聽日7:30同一時間啊，翻去換第二隻錶，第日。哎，又睇啊，係咩？你睇，聽日同一時間7:30又換一隻錶，日日就請食飯俾人睇錶。睇錶 party， 睇錶飯局。係咪？你嗰陣時，直情去一個好有名嘅 shop， 我試過入過去嗰陣時，細仲即係我都做緊主角，但係冇有名嘅。咁行入去我就睇，咁嗰個人就話：呢件喺個櫃入邊啊。呢件好貴嘅喎，哇好貴！我已經唔敢一望我已經，我又唔敢睇啊，兜圈我出嚟啦。唉，我帶幾個兄弟一齊去，嗰陣時已經就啊，嗰陣時叫成生，跟住攞一個。成生，我咧試嗰啲，我試到啲褲咧就咁高，試到衫又咁高，試到啲鞋又一大堆，咁啊一路試完就劈完之後，好啦，一陣間。第三條、第四條、第八條嗰個咧就嗰個同我送去酒店，插我走啦！一走，哇！嗰人追住，成生，係唔好意思，我哋記唔到啊！你可唔可以再講一次啊？我走翻去，呢條，全部啊！嚟我酒店收錢，即係扮曬嘢咁樣。咁我攞個支票簿出嚟啊！超佳人，你有冇睇啊？攞個支票簿出嚟啊！啊！你送齊先嚟我支票收錢，大概幾多錢啊？佢話幾多唔知幾多萬啊！翻酒店，喂，你幫我寫，我唔識寫支票，你幾醜啊！我話，喂，你幫我寫，寫完之後咧，就我簽完名，仲要背書，背完書之後仲攞唔到錢，因為名唔同嘅。你次次簽都唔同嘅個名。次次都唔同嘅，真係啊！喂，另外講翻咧，就係話喺呢個圈入邊咧，最服邊個咧？洪金寶。嚇？洪金寶。最服佢。啊。點解咁服佢咧？第一係我大師兄啦。第二，我係。在他那裡這麼多年來我學了很多東西之後呢都變了我有我自己那一套他有他自己那一套但你可以看到他是編導演即是他做完的有導演有編劇有做武術指導有做演員完了自己做剪接跟著跟場casting做完咁慢慢下來之後我學了他的我又是編導演我自己做完即是有這樣的一樣東西而是我由細佢帶我出嚟嘅，變咗佢無形中係我一個係咪好重要咧，大哥呢樣嘢？因為好多人我哋平日講佢咧，洪金寶成龍係服洪金寶嘅啫，因為洪金寶自細就食住你啦，大哥嚟噶嘛，即係咁。我服啲人咧，我服啲係多才多藝嗰人就服噶啦。譬如李漢祥，你如果識李漢祥呢個人，李導演，你會服佢嘅。你睇下，哇教人做戲啊，全部都得嘅。
唔係我哋香港有好多導演證，識拍戲，我要機器咁，到底要教戲，佢唔識教人做戲嘅，佢就你嚇奸啲啦，奸啲啦，奸啲啦。你睇洪金寶，你睇你同我拍過戲，你我係教埋，我係教埋林子賢做戲，我係教埋貨車司機做戲，我教埋個女演員做戲，連張曼玉我都教嘅，因為我要嗰種，我要你咁。有啲導演唔係嘅，啊機器咁嚇，完咗之後，燈光點打畫，佢唔識嘅咯喎，咁啊你唔對我嚟講，燈光又識少少，機器我又揸個機器我又拍，咁好多導演都係可能識剪接識導演就唔識演戲喎，唔識武術指導喎，一到打就。請武術指導，我哋唔係嘛，所以我係識多才嘅人，我都我全面一啲，你欣賞佢敬佩佢。服我就服你係洪金寶，你又譬如徐克，徐克我咪中意佢依一個咯，黃沾我中意佢一 part 咯。咁你話係咪我服佢依一 part？ 我唔係服佢全部，洪金寶我服曬全部。係咯，你我哋飲杯口乾啊，飲杯先。係咪出廣告啦？我最傷心的時候是我飛車或者傷咗啦，傷咗應該係最傷心的，一傷咗啦又冇錢賺啦，又要俾老婆鬧啊，俾仔女擔心啦，俾爹哋媽咪擔心啦，最傷心應該係呢樣嘢啦。